大家好，我是田哥，今天来到美丽的龙模湖公园。你看前面好几个缅甸的阿妹在这个地方拍照，真的太漂亮了。我朋友，漂亮，缅甸啊、OK， 漂亮。哦，这几个妹妹都漂亮。哎呀，你们是缅甸，在哪里上班呢？哦，你们是哪个民族啊？是傣族、景颇族。OK， 真的好漂亮啊、来中国。漂亮。他们都是缅甸的阿妹，在中国德隆珠宝城里面上班。他们是来自小妹，老家是哪里？缅甸哪里？拉苏。拉苏，你中国有多远？坐车到中国这里要多少钱？2000一个月。2000块一个月，在中国那挺好，上班很好，中国钱好赚啊、可以，你中文学这么好。你几岁了？十几岁？25岁。哦，这个小妹几岁？你妹妹？朋友。哦，你也挺漂亮，那个也漂亮，这个也漂亮。哇，这个衣服好看啊，这个衣服多少钱呢、300多。哇塞，太漂亮了，挺好的。对对对、有没有微信可以加个微信吗？没有微信。没有中国微信了、好的好的啊，玩得开心了啊。好的。那缅甸的小妹，你们在这里拍吗？我们过去了，我们去那边去玩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交个朋友啊。握下手，好不好？好。OK OK OK OK， 来。友好友好，中缅友好。OK， 拜拜。玩得开心了，小妹。